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即将为您表演的是在俄罗斯具有影响力、曾荣获两次红旗勋章、一次红星勋章的俄罗斯模范军队艺术团体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。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，红旗歌舞团将为您带来根据毛泽东主席诗词创作的中国歌曲《七律·长征》。Hey!